台南高铁站每天有很多人出出入入，已经成为台南重要的文明之一。为了美好更加多人对台南这几档的重要建设更加了解，新闻处特别在台南高铁站大厅设立文宣广告。高雄上午，市长李孟彦特别去现场巡视。我们今天很高兴来到高铁台南站，那我们在这边利用高铁的一些相关的设施，我们来呈现这几年在台南的施政的一个建设的成果，那也利用一个电视墙哈，那么来做相关的一个施政成果以及重大的施政政策的一个宣导。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地，那么让返乡的市民或者是来到台南的访客能够更了解台南，那也能够有更有机会来台南投资或者是来台南旅游。我们希望透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设施能够让民众更了解台南这几年的发展跟进步，那也更了解台南在文化在观光上面的努力跟成果，那更热爱来台南旅游，那也更热爱来台南投资。